这个无期的这个扩散船体的腐蚀，最关键的加上船上的这个大概十个人左右的25年的排污，还有日常的排污，个人的排污，洗衣机的用排污，还有这些物体的倾倒，所以全都排到了这个系统里面，所以这个绝对是让它多在一天就对这个污染、ren'ai jiao的污染都加重一分。